各位辛苦了，去歇会儿吧，好吗？啊，歇会儿，你们站着，我热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哎呀，今天的现场相当的热情啊，但是我突然觉得好像有一股子无形的引力，哎，他这有点斜，这边好像是啊。哈哈哈哈，我说这台阶怎么歪了呢？啊，是你们各位这稍微轻便了一点啊，都是我的朋友，尤其这仨人我都认识啊，忘了他叫什么了啊。纳威是吧？哦，纳威，我们老朋友纳威老师好。龙虎兄也来了，越来越壮了。我们的冠军张湘湘，这股无形的力量把我引到这边来。纳威老师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讲一下吗？这就是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问一问张湘湘。没说呢我。哦，还没说呢啊，还没说呢啊，来讲吧。他问我什么？我问你今天有什么感受？啊。我今天不敢瘦，今天敢胖。今天好像所有的朋友们是块头都挺款式的啊。这个今天来的最苗条的是谁？哎，别捣乱！我看见那有一可爱的小姑娘哈，那眼睛特别漂亮。你怎么称呼啊？茂茂。哦，叫茂茂。对。哎，这个帽子，这名字起得真好啊！啊，挺漂亮。有多少斤呢？240斤。这么轻了啊！妹子，我给你一句忠告，你得吃东西啊，老这样是不合适的啊。好极了，相信今天的节目会好玩的不得了哈。当然了，不能光跟你们聊天，那边有人在揪我哈，我得跟他们聊两句去哈。各位你们好。来，秦亮，哎，吴婷好，忙吗最近啊？忙可忙了，都忙什么呢？我累得我呀，各种给人打毛衣呀、啊，做饭呢、啊。你嫁谁了？别把家里的事跟人家说啊，两口的事别跟人家说。今天你们二位是我们瘦子队的队长是吧？是，跟大家介绍一下吧，说说你的心里话。一个人的健康非常的重要，作为我们瘦子队，无论从我们的生理上，还是我们的心理上，或者我们的精神上，都是健康的，所以我们要倡导瘦子最健康。好，说得非常的好啊。这边是我们的胖子队，这边是我们的瘦子队。那么接下来我要说出三个字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大自然。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大自然当中，大自然代表的是正直、公平、无私、博爱。接下来